要来报告，再接上来。想一下这边做一个东西哦。GeoConvert，那个谁，第三阶段作者，他做了不少好用的工具。 像是把那个 GeoJSON 转成 TopoJSON， 然后把 Shape 档转成 GeoJSON， 然后呢，我又看到有个东西可以把 OSM 转成 GeoJSON 图我这样，我就想说，这东西到处都有，这个东西好麻烦，我们来整合一下，所以就变成个图。那它可以做什么事呢？你可以去 OSM OpenStreetMap 当了一个 XML 下来，然后呢，它就提供 API 帮你转成 GeoJSON。 好，那如果你去某个地方看到了 GeoJSON 档呢？ 它可以帮你转成 TopoJSON， 然后你今天如果到政府的网站上去看到什么 SHP 档，没关系，你就把它用这个 tool， 它也帮你转成 GeoJSON， 然后就可以转成 TopoJSON， 所以呢这些格式就可以互转，然后接下来你可以 merge， 比方说 TopoJSON， 你可以把村里合并成乡镇，乡镇再合并成那个县市，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用第三这次化，所以你可以看到右边那个红色的那个台湾是县市等级的。 它是用那个乡镇合并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代表我们接下来可以合并做选区，可以看这个选区是哪些村里，一个合成一个选区这样。那左边这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符号，其实这个是一个圆环的，这是仁爱路，这是用第三阶段化那个画 OpenStreetMap 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直接用第三阶段来画整个 OpenStreetMap， 然后我目标还要再做图砖，自干图砖。 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创业嘛，最近做那个地图网站，然后不小心用到一个授权不太清楚的资料，然后呢就被威胁说我们要发你的纯正信函，现在就把东西给我拿掉，然后我一气之下就说好，那我自己来干这个补充，一气之下，不要惹怒那个乡民啊，没有开玩笑，以上都是开玩笑，不知道直播，不要叫我。 对，OK，还有很多时间了，糟糕。那个因为不小心被填了一个奇怪的主题，什么家印自转地球仪，我让大家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地球仪可以转，转。那个我是想说啊，这个台湾大家在做视觉化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应该多写一些推广的东西，让大家来学着做视觉化。所以这边有篇文章，可以教你从零到把这个东西刻出来，它会转。然后这个是世界地图嘛。 台湾地图比较没有那么细节，细图，因为它都是秀各个国家。台湾如果我们要修一个村里、修一个乡镇，其实不太容易。所以我接下来有个计划要做一个台湾的村里乡镇图的那个资料视觉化，你可以直接把东西倒上来，用 Google Spreadsheet 或者是用 CSV 档就好。那这样子不会写程式，朋友就有福了。到时候注意关注我的脸书，我会把这贴出来。<笑>不是为了要增加粉丝人数。然后另外有个例子是在这边可以做一个消失。 这个例子看不到。OK，Anyway，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新闻，它会变化大小嘛，就是用个鱼眼效果来做这个地图。同样的，虽然看不到整个台湾，但有一个说明，大概从头到尾告诉你怎么做这件事情。有兴趣的可以私讯来找我问这个细节。OK， 到底你们在计时？时间是很久吗？好，到了。OK， 那 OK， 那就大概到这边，谢谢大家。